勇士应有的待遇，我
我的枪里还有7发子弹，我可以慢慢的打在他的身上。玉飞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开枪吧！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。玉飞，你开枪啊！40秒。玉飞，我求求你。20秒，你在那边等着。还有10秒，别再啰嗦了，老子投降。叶雨飞，你这个懦夫，我怎么会爱上你？手雷爆炸声，以为你已经殉国。我现在好好的活着，我就在你的面前，可是你呢？你一走了之，你知道吗？整整3个月，我被日本人活活的折磨了3个月。说不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姐，说还是不说？不说，不说。那就不要怪我。客气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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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伤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是你们重庆方面的人，要见你们长官。走，跟我来。
戴局长复电。哦。戴老板复电，说内线传出消息，你一劫殉国，命令我在敌后拉武装打游击，破坏日寇的以战养战，钳制共党武装，为反共搜集日寇情报。我拉起武装后，仍直属戴老板的领导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。我因钳制共党武装有功，又因为得到戴老板的推荐，才得以成为总裁的侍从。我本想当面向戴老板查询你殉国一事，可没想到戴老板因飞机失事而不幸去世，我也失去了唯一能查询你下落的机会。可没想到你竟然在成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可以去查，看看我领导的救国忠义军的战斗日志。我相信你。你是怎么脱险的？戴老板用一个很重要的人头把我叫唤回来。局座，陈琳，让你受苦了。多谢局座救命之恩，陈琳无以为报。此生至死，效忠党国，效忠总裁，效忠局座。好。以后有时间说话，先去治病。为了以后更好的开展工作，从现在起，你就叫何琳。是。大夫，小何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他遭受酷刑，身体多处脏器造成永久性创伤，已经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。我曾经发过誓，绝对不会让我的琳琳落在日本鬼子手里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做到，这辈子没机会，下辈子我一定补偿。调到了总裁侍从室，总裁侍从的身份都是对外保密的。你要我的交代，我已经给你了。我先走了。
我们的恩怨都已经了结，让我们回到从前吧。 为什么？你对我还有爱吗？没有。不要骗我，也不要骗你自己。如果你还有爱，见到我不会不问青红皂白，疯狂报复。置我落魄，仍不甘心，还千方百计要把我陷害成共党，置我于死地。这些发生的那些情况，我都不知道。叶雨飞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 不可能了，可能的。我忘不了我们从前的美好时光，你也忘不了，对不对？忘不掉又怎样？你是不是有心上人？你说过，我们之前是有误会，可是误会已经解除了。有些事永远都解除不了。是不是？ 不是说我多变吗？说的没错，我已经变得不再是当年的我，而你也不再是从前的你，就好像是树叶落了下来，终究回不到树上。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，这就是命。
号收到，东区863。好，请稍等。钱文清哪里？好的，请稍等。东区365，请稍等。你好，接哪里？啊，他现在好的，请。业绩室呢？在机房。在机房。好的。东区线路有串音。哦。东区365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好的。叶技师，特派员，怎么设备出故障了？专区有门电话串音了，结果查到专区机柜，发现原来是与市府的一门电话虚接了。抓紧时间修理。好的。你对这个声音有印象吗？这个声音真的很陌生，从来没有听过。你继续听吧。声音很陌生，但明显掌握着一些内部情况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老李，你不用想，叛徒很狡猾，也很谨慎。他改变了自己的声音。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和你面谈。哎，等等，有情况，一定。如果见面，我有暴露的危险。铁山，你知道违令的后果吗？那好吧。明天上午，西门甘露寺见。老李，最近我们有什么大动作？目前很难判断，叛徒到底掌握了什么重要情况。无论掌握什么情况，都会危害组织。叛徒身份隐秘，何林肯定不会带人去与他见面。这是我们干掉何林、清除叛徒的好机会。让二愣去，你通知敌工部派个配合。啊，等等，明天我去。不行，我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何林是老牌特务，经验丰富。感觉稍有不对，就会取消接头。在跟踪、隐藏等方面，二愣比不上我。我现在的身份是荣战副站长，只要他们接头，我可以假装不知情，公开击毙他们。只要能证明叛徒是共产党，我料马成风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杨总，敌人会更加注意你。能一举打掉成都的特务头子，清除叛徒，我认为得大于失。川东大门已经被我军砸开，重庆解放指日可待。现在留给敌人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叛徒掌握了什么重要情况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何林肯定会利用他对我党地下组织举起屠刀。你在荣战的位置很重要，你可以去甘露寺，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开枪。你只要掌握叛徒的长相即可，剩下的事交给敌工部。是。你回去准备一下，等我的命令。如果需要你的话，我叫人给你打电话，内容就是晚上
请你务必回家吃饭。明白。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昨晚空门电话通了吗？昨晚第五号空门电话刚好与荣战通了话。听到内容了吗？没有，有件事特别奇怪。上次空门电话通话，我查到的通话位置是在东区，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又转回专区了。这个技术上的问题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务必保证自身安全。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好。你去给于飞打电话，让他晚上务必回家吃饭。你们是不是有新任务？是啊，如果完成的话，对我们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。真的？有把握吗？你打完电话以后通知二愣，让他配合于飞行动。我是叶宇飞。哥哥，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哦。我知道了。再不站住，我开枪了！把手举起来，慢慢的，起来。
你竟然信害我！我信？是你自投罗网的。带走。是。走。 抓掉他大鱼！通知各单位收网。是。各单位注意，收网。 我是李秘书，你的食材被人装车了。。
快点，去那边，快！别动！你什么人？罪大恶极，还请共党，不，还请贵党开恩，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。哼，李副站长，请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这次请你来是想跟你合作，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多谢长官，我一定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。哼，还万死不辞呢？嘴里没个实话，好好开你的车。